登记第二十号，再度跋涉来讲呢。咱土城这乡亲时代，咱可爱的台湾人，大家好。啊，今仔日大家人要来这创啥？要听请，你好听唔到？感谢大家，咱蔡主席啊，是一位坚强的女性，大家真了解。啊，自从遐接当主席，按民进党一步带起，对唔对？对。当当，咱民进党台北县要选出市长候选人，台人对足大期待，对唔对？对。台人期待伊拢有听到，所以讲伊嘛聊落来，对唔对？对。啊，这就叫做啥？对咱这个土地有使命感，台人爱甲支持无？咱期待大家人伫最后两天，帮助咱蔡英文的助选员，一个人有十票，十个人有一百票，全部发动来支持你和蔡英文，好唔好？但是朱立伦就无同款啦，伊吞吞官两任的官长做无完，就走去中央做大官，对唔对？变正义的副议长，啊，但是呢？因为邱淑慧馆长啊，不是咱讲做一摆，连国民党嘛无肯定，所以讲伊无法度继续选，对唔对？所以讲伊用马英九指定来选啦，所以讲伊是用指定来的啦，伊对咱台北县无一定有认同，所以讲让伊调，伊死嘛袂留伫遮，对唔对？所以讲无论安怎，咱绝对爱选二位，好唔好？我是咱台北县。民进党执政十六年，现在国民党执政四年外，台人比较侪。过去苏贞昌执政，咱台北县的评价是啥？五星级的对唔对？对。啊，即卖吼，国民党的执政，答辩调查拢是上尾名，所以讲咱爱了解，嘛是绿色执政，品质保障对唔对？所以讲，你即搭只爱拜托大家，啊，尤其呢，啊，朱立伦讲三完三线我能实现，你没相信无？讲你骗台湾人啦、啊！都只足侪议员，你讲土城线，无唔着这条土城线吼，万大捷运哦，从土城啦、啊、到树林，这条公车会，甲咱讲九十九年要动工，结果吼、哦，去年九十八年十二月才通过。一百年动工，啊，都动工，中英无动工，对唔对？土城到阮树林吼，列在第二期，遥遥无期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下甲咱确定的，以前你做行政院副院长，对唔对？以前那我替土城人、树林人讲话，讲安尼无公平，对唔对？啊，即下讲三完三线我能实现，卖给我骗好阿无？好阿无？咱来用选票表示抗议，好阿无？咱说用主流啥？这条线不管你分几期时间啦，同时动工，同时完工好阿无？咱要求一百零七年全线，包括土城、树林，完工好阿无？所以讲啊，安尼唔才有明确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唔知土城有调拨啊无？吼、哦，阮树林迄个捷运路线哦，沿路调，讲支持朱立伦哦，捷运就实现啦，啊，拢你骗啦，无讲我骗好阿无？马英九两千零八年吼、哦。选总统加三点英国人骗，讲也调总统哦，要加速推动哦，捷运三莺线的开工啦。啊，即马连核定都没有核定，啊，伊即马讲要甲朱立伦保证啦，卖给我骗好阿无？好阿无？国民党计袂选你就归别阿票，所以讲你即搭只，咱爱用咱的选票，选一个即搭有能力的人做咱下一代新北市的市长，那人是谁？啊！伫这边的选举当中，啊，陈世荣过去嘛做三届议员，都是大家人的支持。啊，这届做树林市的市长，但是因为改制乡镇市长就废掉啊。但是我放弃啊，法律保障的区长，为什么？区长给他做官，我当做代志，做家底。我为了要继续为咱地方争取建设，嘛调来选议员，拜托大家人社会联盟，市长支持你和蔡英文，好不好？陈世荣，你找我拜托大家好唔好？市长啊！
大家议员拢有记好啊无？